台湾时间早上七点，是英国时间的半夜十二点。慈济志工王素贞在家与英国籍的先生安德鲁·伯格遵循仪式，与静思精舍同步，夫妻两人同行完成浴佛。汉堡慈济人简玉芳心念坚定，虔诚恭敬，客厅的大钢琴化为浴佛台，宇宙大觉者前清水一盆，洗涤心灵。礼佛主。美国北加矽谷慈济人陈宝如客厅即是庄严道场，一家四人绕佛绕法，礼佛足成斋戒。即使管制令当前行动受限，透过连线依旧能够在云端与全球法亲一同圆满仪式。大爱台九种语言线上进行直播，圣塔罗莎慈济人魏杰一聆听英文频道同步进行，难得因缘与静思精舍法师们同行，感念佛恩、父母恩、众生恩。佛陀行三问训礼。巴拉圭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还处于封城状态。慈济人有心要浴佛，透过科技在电脑前行进如仪，在家中依旧能够同沾法喜，共度殊胜的佛诞节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综合报道。